嗨，大家好，我是美，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组在家就可以做，而且不用任何装备的上肢15分钟以及深层核心的锻炼。这一组运动我认为强度还蛮高的，虽然任何负重都没有，希望你们可以跟着我挑战起来 ，Go！ 每一个动作我们会做40秒，中间休息20秒。那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先从瑜伽垫开始，来到熊式平板。我们会做一个变化型，先给我两个 shoulder tap 碰肩的动作，接着两脚轮流的往后延伸，再回来往返这个组合。在做熊式平板的时候，记得我们的核心收紧，我们的背部就像桌子一样的平坦。尽可能的在弯曲脚的时候，让我们的大小腿成90度角。加油，你还有10秒。非常棒。感觉到我们的核心微微的被唤醒了吗？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做一个从平板接着直接来到侧边平板停留的一个组合动作。帮我从基本的平板支撑做一个转身，接着停留在侧平板，停大概1-2秒回来。那如果这个节奏对你来说太快的话，你甚至可以多停留个3-4秒。你会感觉到不仅是侧腹的运用，还有下方手臂的支撑。最后8秒。非常棒。休息一下，我们直接来到另外一边。准备 Go。 那在扭转上身的时候，屁股也会做一个微微的翻转，感觉到核心的发力，身体不要晃动的太多。来，还有10秒。3、2、1，太好了。下一个动作我们来锻炼我们的阔背肌，好，我在瑜伽垫上，我们会做单边的后三角停留，这个动作是针对我们的肩膀后侧还有单边的阔背肌，让你的胸部微微的离开地面，往侧边做一个扭转的动作，停一下才慢慢回来。很棒，还有10秒。休息一下，我们直接来换边。那在做扭转的时候，要记得不是只是将手臂抬起，要感觉到我们的背部肩膀后侧的发力，用大脑去连接你想要运用的肌肉。
二十秒。三、二、一，太棒了！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一样趴卧在瑜伽垫上，将我们的两手成一个 Y 字形一样离开地面，离开地面，接着往前向我们的头顶前方绕，接着再回到原始动作。这是一个很细部的针对小肌群的动作，感受到肩膀后侧微微的发力。最后五秒，三、二、一，很好。Stuck on a loop, getting all in my head. So much to do, I can't count the endless hours I've spent on failure prone. 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做挺背的停留，一样会是针对我们的背部肌群。在做挺背的时候，不要太过的拱腰，记得让我们的核心保持出力，胸部微微的离开地面，停留在半空中，大约三到四秒，慢慢的下来。两脚也会微微的向上伸，是很正常的。再十秒，下一个动作我们会来到钻石的跪地伏地挺身，那如果你是进阶的朋友，甚至可以挑战不跪地。我们的两手会比肩膀略窄一些，而且我们手的位置是向内旋的，就像一个钻石一样的形状，让你的身体垂直的向下降，停留在半空中，慢慢的回来。整个过程你可以数个三到四秒，我们不求快，主要针对我们的手臂后侧核心。下一个动作，手放开伏地挺身的变化型，两手向前延伸，接着来到胸部的两侧向上一推，使我们的屁股核心到背部是呈一直线的起身，核心也要保持出力。每一个动作慢慢做，不要急，十秒，再给我三个。针对我们后三头的部分还没有结束，来到侧边钻石的侧伏地挺身，一样两手向内旋，给我一个像钻石的形状，身体呈现微微的侧躺，所以我们的重心会转向另外一边。下降的时候你甚至手肘是快要接近地面的，挑战一下自己，因此不是只有头部下降，整个身体的重量都要往下。
休息一下，待会直接坐另外一边。Ready, go. You will 感觉到手臂后侧以及胸肌的乏力，手开始酸了，相信你可以做到。在十秒钟，非常棒。接下来给我一个反向平板的 ready 动作，将我们的单脚抬起，接着做两个 dip， 运用到我们的手臂后侧还有胸肌的发力，并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做两个 dip 之后，直接换脚。让我们的胸部微微的挺出，视线是朝前的。再十秒。接下来先给我一个基本的平板支撑，我们会先做单手的碰头，接一个前移的变化动作，我们会做两个前移，接着换手。下方的手在支撑的时候会锻炼到我们的肩膀肌群，过程中一直使我们的核心保持稳定，感受到核心腹肌的发力。再十秒。快结束了，加油。一样是平板支撑的组合动作，给我一个海豚式，我们的屁股向上方推，接着接两个彩虹的平板，往左右的扭伸。在做海豚平板的时候，会运用到我们的肩膀肌群，将屁股抬到高点，再慢慢的回来，左右的扭伸，感受到侧腹肌的运用。只剩下五秒，你可以的。三、二、一，恭喜你完成今天的组合。相信做完这组训练之后，大家都有感觉到手臂非常强壮、充血的感觉，给自己一个大力的掌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